112年上半年度守望相助人员常年训练，26号晚间在玉里分局盛大举行，包括了县长徐正伟、立委傅昆萁都亲自出席。县长表示说，治安、交通及社区服务单靠警方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些平常分布在各地的协勤民力就成了最坚强的后盾，他们牺牲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112年上半年度守望相助人员常年训练，26号晚间在玉里分局盛大举行，参加训练人员高达113人。这次出席的有县长徐正伟、立法委员傅昆萁等人。徐县长说，治安、交通以及社区服务单靠警察力量有限，这些平常分布在各地的协勤民力就成了最强而有力的后盾，他们牺牲奉献精神令人感佩。所以平常有训练，那个扎扎实实的训练就是基本功。所以为什么每一年巡守的上下两季的两次长训，政委很重视，警察局也很重视，然后把大家都请来，让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就是因为平常的训练、基本的观念、反应力、反射都很重要。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守护地方、守护乡里，花莲因为有你而更安全。晚间9点多左右，由徐正伟颁发聘书给新任副大队长詹进步，续聘的中队长邱玉林，接续是颁发警察好帮手及社区好错编绩优单位给这些劳苦功高的队员，肯定他们的付出，担当起警力有限、名利无穷的优良典范。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